曾经，江雪宁想过孔圣人的十八般做法，如今他忍不住开始琢磨自己的十八般做法。众人先前看他异样的眼神里，忽然多了几分同情。毕竟嫉妒归嫉妒，瞧不起归瞧不起，谁也没想到，不过弹琴差了些，居然会被先生留堂。甭管谢先生看上去有多温和，对当学生的来说，这种事都称得上是噩耗，委实可怕了些。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每个人都以江雪凝为前车之鉴，就算是先前神态轻松的神指一，也打起了十分的精神，认真练琴，唯恐下一个被先生留下的就是自己。江雪凝既然无言，一整个时辰，他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也不敢碰那琴。下学时，众人都起身向谢威行礼道别，江雪凝不由将目光投向了其他人。 四萧叔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；四游月这种明摆着与他有过节的，则是从鼻子里轻哼出一声来，颇为幸灾乐祸。方妙则是万般怜惜地看着他，递给他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。江雪凝知道其他人都靠不住，但依旧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忍不住在沈芷衣经过的时候喊了一声：“长公主殿下。” 沈指一走过来，握了握他的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谢先生人很好，你要努力。”江雪凝，沈指一还鼓励的朝他点了点头，握了握拳，然后才从殿中走了出去。有点绝望，人都走干净了，伺候的工人们也都散了大半。外面的天光照着窗纸，亮得发白。谢薇将他那张峨眉装入琴囊之中，斜抱在怀，从殿上走了下来。 只看他一眼，道：“跟着。”江雪凝心里哇凉哇凉的，抬步就要跟上，但没想到才迈出一步，谢威的脚步就停下了。他眼帘低垂，店门口的光有一半落在他眼睫与瞳孔中，越显得深处沉暗，提醒了他一句：“秦。”江雪凝这才反应过来，反身小心的把今日基本没怎么碰过的那张交安抱了。谢威出了店，径直往偏店去。 毕竟他与其他先生还是有些区别的，且这些年总在宫中主持经筵日讲，这一回宫里便将奉宸殿的偏殿专门为他辟了出来，做休憩之用。江雪宁离那偏殿越近，眼皮跳得越急。到的偏殿门口，还有个小太监已在门廊下伺候，一见谢威过来，便连忙站直了身体，满脸挂笑的凑上来：“少师大人辛苦了，这是下学了吧？” 内务府有前阵子福建送来的秋茶，奴给您沏上。谢威淡淡的嗯了一声，那太监便要下去隔壁茶房沏茶，只是退走时也不由好奇的看了江雪宁一眼，似乎是在奇怪谢少师为什么会带个姑娘到这里来。谢威进了偏殿，江雪宁的脚步却在店门口停住，好像里头是什么龙潭虎穴似的，不敢迈进去。谢威头也不回进来。 江雪凝心一横，想如今好歹是在皇宫大内，谢威就算是暗地里再有本事，也不至于光天化日就杀人灭口。于是，一脚踏了进去，一股暖融融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，他不由怔了一怔。偏殿比起正殿小了不少，格局也没有那么开阔，但除了开着的那扇门之外和向东一扇窗之外，别处门窗都紧闭，还置了烧银炭的暖炉。 原本冰冷的地砖上铺着厚厚的绒毯，踩上去时安静无声。高高的书架充当了隔断，上头堆满了各种古籍。从书架旁边绕过去，便见得一张书案，一张琴桌，东北角上更有一张长长的木台，上头竟然摆着好几块长形的木料，另有绳墨、刨子、刻刀之类的工具搁在旁边。 谢威将自己的琴挂了起来，然后转身对江雪凝一指那张空置的琴桌，自己却在靠窗暖炕的一侧坐了下来，搭下眼帘道：“听说宁二姑娘昨日在坤宁宫门口救了个叫郑宝的小太监。”江雪凝刚将琴放下，听见这话差点下跪。她本以为谢威单独留自己下来，是真的要指点他弹琴。 哪里料到，刚进得这偏殿，开口就是这样一句，顿时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那日就郑宝本就众目睽睽，便是他想要否认都无法抵赖，更何况现在是被谢威当面问起，这可是将来要谋反的人，必然在宫中有自己的耳目，若在谢威面前装疯卖傻，那是找死。江雪凝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讷讷的回道：“是。” 谢威眸底的思量便浮了上来，竟对他道：“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王新义乃是圣上身边的红人，郑宝虽在后宫中做事，是坤宁宫里面一个不起眼的管事太监，可王新义暗地里一直对他亲眼有加，算郑宝半个师傅。又因郑宝忠诚且十分有孝心，近来颇想找机会提拔他。宁二姑娘这善心一发，倒是巧得很。江雪宁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知道。” 自己心底最隐秘的筹谋，根本都还没放上一日，转天便被人挑破，实在让他心惊胆战。他下意识就要撒谎否认，可以抬起头来，只对上谢威那清明了然的目光，仿佛全将他看透了似的。一时方才出勇的胆气全灭了个干净，只觉喉咙干涩，说不出话。谢威平静地瞧着他：“你是知道这一点，有意要救他吗？”江雪宁不敢承认。 毕竟上一回入宫的时候，谢威已经警告过了他，要他乖乖待在他眼皮底下，别搞事，也别惹他生气。可当着谢威的面又不敢撒谎，因为撒谎的下场更惨。顷刻间，心思百转千回，关键时刻，江雪凝一下就想起了先前在凤宸殿正殿中那门对付谢威的绝招，于是拉平了唇角，搭下了眉眼，竟然嘴一瘪，把头埋下，伤心事太多。 只消一想就能哭出来。他重新抬眸时，眼眶发红，眼底蓄了泪，像平湖涨潮似的就要满溢出来，委屈巴巴的开了口：“宫里的事情那么多，什么王新义、王旧义，我不过一个才入宫没几天的，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？”谢威看着他不说话，江雪宁觉得他这反应有些不对，跟自己先前所想的不大一样，心头不由有些打鼓。但戏都已经演出来了。 难不成还能收回？他硬着头皮继续假哭。更何况一开始也不是我想要救那个叫什么郑宝的小太监，是我们回去路过时看见临淄王殿下站他面前，似乎要救。只是后来一打岔，殿下将此事忘了。我看那小太监可怜，才向长公主殿下说了一句。真正发话救人的是长公主殿下才对。 谢先生上回口口声声说想要信我，可如今桩桩件件哪里像是想要信我的样子？骗人！少女正当韶华，容貌毅力五官精致明媚之余，甚至有点冷冷的、迷艳的张扬。然而哭时把眉眼都垂下，一副伏低做小姿态，倒装的可怜，有那么点刻在骨子里的狡猾与小坏。 一面哭，还一面假作不经意地看他神情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像润泽琉璃，流转间有点勾人。谢威于是忍不住想，他看上去像是特别吃这一套的人吗？江雪凝一开始哭是觉得谢威吃这套，想着也许能靠这个蒙混过关，孰料谢威就用这种若有所思目光望着他，仿佛不为所动。越哭心里越没底。 正好此时门外一声轻叩，是那小太监端茶进来道：“少师大人，茶。”他的哽咽声于是一停。那小太监端了两盏茶来，一盏搁在谢威手边的炕桌上，一盏搁在了江雪宁面前的琴桌旁。也不知有没有听见这偏殿里之前发生了什么，更不抬头多看一眼，放好茶盏后便躬身退了出去。谢威端起茶盏来，揭开茶盖，听着哭声停了。 只一挑眉，不哭了。江雪凝这时候要再看不出谢威其实不吃这一套，那可真是弱智了。他老实了，忽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伤心。谢威哦了一声，姿态怡然地饮了口茶，似笑非笑地看他道：“看不出来，学琴不怎样，装哭倒很强。”江雪凝气闷：“这不怕您责罚吗？”谢威道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也怕鬼敲门。” 江雪宁低声嘟囔：“不许人家鬼走错门吗？”谢威不说话了，看着他。江雪宁立刻把头埋下去，不敢再抬杠。谢先生说的都对，当鬼多厉害，怎么可能不认识门呢？谢威，他放下茶盏，重新问他：“你就正保是为什么？”江雪宁面上乖觉，脑筋却已经飞速转了起来。说真话肯定死翘翘。 可要全说假话，只怕谢微不肯信。于是他立刻有了个折中的主意，也强行将心里的抵触与防御卸了下去，让此刻的自己看上去更弱势，也更诚恳。道：“雪宁初到宫中，无依无靠，先生与燕林与长公主殿下一意要我入宫出尽风头，其他伴读自然视我如仇如敌。若还没个人照应，若遇着慈宁宫里那事儿，步步凶险。” 他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我怕，所以回来时从坤宁宫路过，才想到若能救下个小太监，也许将来有用。谢威闻言沉默，江雪宁的声音小了下去，是为自己辩解。我心思是不纯，可旁人也没给我做个好人的机会。先生见着我做了什么，只知责怪我，却从不设身处地为我想。慈宁宫中出了什么事？事后的牵连又有多大？ 没有人比谢威更清楚了。此刻听的江雪凝提起，他目光变幻，末了问他：“你心里委屈？”江雪凝点头，委屈。谢威便又不言语了。江雪凝一颗心在狂跳，抬眸起来时微有畏惧，却还藏了几分希冀，竟试探着问道：“那那郑宝真的那么厉害？以后会被那什么王新一提拔吗？” 这模样倒像是原来不知道郑宝有这么厉害，而是刚才才从他口中得知的一般。谢威忍不住想去分辨真假，只是掀了眼帘起来，见他两手搭在膝上，循规蹈矩地坐在那琴桌后，浓长深黑的眼睫润湿,湿，雪白的面颊上还挂着先前没擦干的泪痕，终究转过心念，道一声罢了。他对他道：“王心意有此打算罢了。” 不过宫里的事情也是瞬息万变，今日看好一人，明日也许就一败涂地。在宫中有些经营不是坏事，可若一不小心牵扯进争斗中，也未必不祸及自身。我既受燕林之托，又得令尊之请，所以提点你几分，你自己小心行事，万莫行差踏错。行差踏错四个字意味深长。 江雪宁情知他指的绝不是施恩于郑宝，以求宫内有人照应这么简单，只怕也是在警告自己不要想通过郑宝去告发他有反心的打算，哪里还敢不乖觉？他敛眸道：“是谢先生提点。”谢威便道：“秦，你再试一遍，我看看。”江雪宁满腹心思都还在与谢威这一番智斗上，哪里料着他连画风都不转一下？ 直接就说琴的事，因而怔然了半晌，才反应过来，闹半天还是要给他开小灶。他还以为说过正宝的事情就会放他走了。焦安就摆在琴桌上。江雪宁想死。谢薇见他不动，已轻轻蹙了眉，道：“我下午也没事，你若不谈，便在这里耗着。谁愿意跟你在这里耗着呀？简直比跟阎王爷待着还可怕。” 江雪宁两相权衡之下，终究是求生欲盖过一身不多的骨气。深吸一口气，坐直了身子，落指弦上，磕磕绊绊地弹了一小段谢微娇的《仙翁操》。此曲又名调弦入弄，乃是初学琴的人大多知道的开指小曲，主要用于练习指法。江雪宁殿中虽没碰琴，却着意把这一小节开指小曲记了记。此刻弹出来，调和指法虽都不准。 可竟没什么大错。谢威看他手指，只道继续弹。江雪凝也不敢多说什么，一口气提在心口，两手食指重新抬起来时，绷得越发紧了。这一次才下指，头一个调变重了。谢威于是起了身，走到他琴桌前来近看。只是他越看，江雪凝错的越多，弹的连第一遍也不如了。谢威知道他怕自己。 可这也是无解之事，且于秦之一事上，他总心无旁骛，便道：“此曲通篇相应，每一句的句末都是一散一按。你弦按太紧，弹时要放的再松些。”江雪凝尝试放松，又弹了一遍。谢威只道一声“朽木难雕”，见他右手虽然看似松了，可左手五指还蜷着，且指法也不对，便皱了眉，略略向前轻身，伸出手去。 江雪凝手指细的削葱根似的，透明的指甲下是淡淡的粉，便是指法不准，压在琴弦上也煞是好看。学琴时，玉镯与手链都摘了下来。谢威本是要教他正确的指法，可一靠近，一垂眸，却看见那细细一截号腕露出，当年用力划出的那一道取血用的伤痕，如同一条陈旧的荆棘，爬在那雪白的肌肤上。尽管淡了，却依旧有些狰狞刺目。 他刚探出的手指一时顿住。江雪宁刚才一遍弹完，自觉比第一遍好上不少，心里正想自己有了进步，该得个夸奖，可没想到谢威一句“朽木难雕”就把他打了回来，更没想到他忽然朝着自己伸出手来。这一瞬，整个人头皮都麻了。再一看谢威那目光，不偏不倚正落在他腕间那道疤上，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怕得厉害，唯恐被他碰到。 仓促之间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哐当！他本来坐在琴桌前，骤然起身又急，一下撞着前面桌沿，伴着身后紧凳，顿时桌倾椅倒，连带着他整个人都惊叫一声，朝后面仰去。谢威一看，立刻伸出手来。他天青的鹤氅，袖袍宽大，兜了风似的，从江雪宁眼前划过，然后稳稳地抱住了那张交安古琴。咚的一声响。 琴桌摔下去，锦凳也倒下去，江雪凝一屁股摔在那一片厚厚的绒毯里，有点疼，目光也有些呆滞了。那张娇安安然地落在谢威手掌之中，他抱起而立，也看着他，安静，除了安静还是安静。谢威似乎是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江雪凝，不，好像没有什么毛病。